我来说，我觉得健康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在六年前，当我患上卵巢癌时，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。She really preach vitality to the people around her. Your health is your own responsibility.当公司推广这个 program 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可以帮助我提升我的健康，然后同时更加重要的，它也可以提升我身边所有的客户、亲朋戚友的健康。就自从有了 AIA Vitality， 就它可以早上早早六点起身，然后去跑步过后才去上班，所以这点影响了我。最近我也去 join 了 Fitness First， 也是很早就去做 Fitness。我想我的客户是非常喜欢 AIA Vitality Program 的，因为从中他们可以拿到很多优惠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会跟我的一般客户利用 AIA Vitality 里面的那个优惠 AHA 的优惠，我们大家一起去巴厘旅行。因为我们一家人都是 AIA Vitality Member 嘛，然后我们一家人都是有这样每天走路啊 collect 他的 point， 然后我们一家人就一起去看戏。因为我一个早上七点半我就可以跑到9000多分，那我会跟他分享，然后他看到我的分数哎，这样快就要达标了，所以他也不要输我，多做运动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互相鼓励。我觉得只要我的客户能够更健康，那我就可以服务他们更久，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个健康的资讯介绍给他们身边的人。